画面中就是这几天卖场的卫生纸抢购潮，民众是忙着囤货，货架几乎都被搬空了。现在消保处要查业者和量贩通路有没有涉及联合涨价，或是已经出现了囤货的行为。而目前四大量贩店也强调，在三月中旬前都不会调涨，请民众不要恐慌。